今天是冬至节，冬至又称冬节、雅岁，也称日南至。它既是24节气中一个重要的节气，也是中国民间的传统祭祖节日。冬至是48节之一，被视为冬季的大节日。民间有"冬至大如年"的讲法。冬至的习俗因地域不同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。我们一般人所了解，最重要的是，在中国南方地区，有冬至祭祖、宴饮的习俗；而在中国的北方地区呢，冬至则有吃饺子的习俗。冬至是太阳直射点南行的极致。冬至这天，太阳光直射南回归线，太阳光对北半球最为倾斜，太阳高度角最小，是北半球各地白昼最短、黑夜最长的一天。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。不过，在气象上看，冬至的温度并不是最低的。实际上，冬至之前通常不会很热。真正的严寒在冬至之后，时间到了冬至，就标志着即将进入寒冷时节，民间由此开始数九计算寒天。冬至过后，中国各地气候都将进入一个最寒冷的阶段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禁九和数九寒天了。所谓数九，就是每九天算一九，依此类推，数九一直数到981天，九尽桃花开。那么此时寒气已尽，九天为一个单位，谓之九。过了9个9，81天即为初九或晚九。从19数到99，冬寒就变成了春暖。冬至节，民间历来十分重视。先秦时期啊，南北各地风俗文化各异，各地的风俗尚未融合普及，很多节日啊，通常我们说有历史，但是无记载。关于冬至，在《后汉书·礼仪》当中有这样的说法：冬至前后，君子安身静体，百官绝嗣。换句话说，冬至是个大节日，冬至前后啊，一般人君子啊，是比较有身份的这种成年男子，他就不再干活了，不再工作了，安身静体，而官员们也停止办公了，同时还要挑选这种有才能的士人啊，鼓瑟吹笙，奏黄钟之律，以示庆贺。唐宋时候，以冬至和岁首并重。南宋孟元老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，叫《东京梦华录》，它里边讲11月冬至，京师最重此节，虽自平者，一年之间积累假借，自此日更易新衣，备办饮食，享祀先祖，光放官圃，庆祝往来，一路年节。意思是，当时的京师最重冬至节，哪怕是再穷的人，到这一天，哪怕是借钱、存钱，到这一天也要换上新衣服，要准备好吃的、好喝的，要去祭祀先祖。而官方放官铺，官铺是什么意思呢？实际上是略带有博彩色彩的、带有奖品的这种民间的一种娱乐活动。比如像我们今天到店里面去抓娃娃呀，用气枪打气球啊，旁边有奖品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一如年节，可见冬至之重要。在《清嘉录》里边讲，冬至大如年。现在啊，浙江的嘉兴还非常重冬至，保留古风。根据嘉兴府志的记载，冬至祀先，冠盖香贺，如元旦矣。也就是冬至的时候要祭祀祖先，而且大家都要换上带有礼服色彩的这种非常隆重的衣服，像元旦一样，像岁首一样。
那么我在这里还为大家介绍一些各地的冬至的风俗，非常有意思。我前面讲过，南方一般在冬至节吃汤圆，吃汤圆是冬至的传统习俗，在江南尤为盛行。汤圆是冬至必备的食品，圆意味着团圆、圆满。冬至吃汤圆又叫冬至圆，民间有了吃的汤圆大一岁之说。当然，各地的汤圆也有很多不同的讲究。前面我们也讲到，中国北方地区在这天要吃饺子，因为饺子有消寒之意。至今民间还流传着冬至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这样的民间谚语。同时在过去啊，这个在今天不再流行了，在冬至的时候啊，有化酒的习俗。所谓化酒，实际上就是冬至后计算春暖日期的图。明代的《帝京景物略》记载，冬至日化树莓一枝，为半八十有一，日染一半，半尽而九九出，则春生矣，曰九九消寒图。换句话说，到那一天化一枝梅花，这梅花呢有八十一个花瓣，每天啊，你用这种红色啊，玫红色去涂掉一半，把这八十一半都涂掉了，那么就九九尽，那么那个时候春天已经来到了，这个叫九九消寒图，叫化酒。而九九消寒图不仅有图这么一种形式，还有什么呢？文字形式、圆圈形式、梅花，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三种最流行。文字类的有，比如我们举个例子，用红色印成庭前垂柳，正中带春风九个字，多雅，每个字都是九笔，九九八十一，每天用墨笔描一笔，描红，八十一天描完，春天就过去了，而春风就来了，非常的雅致。在冬至日，传统的姑苏人家，也就像苏州这一带，会在冬至夜喝冬酿酒。冬酿酒用糯米或者黄米加入桂花酿造。再往南一点，南方的更南方的一些地方，在冬至日啊要吃烧腊。冬至这一天，烧腊成为两广餐桌上一道必不可少的美味，寓意家菜天岁。冬至日，吴川人，广东吴川人啊，还有吃姜饭的习俗。我前面讲到南方吃汤圆都有不同的习俗，在这里啊，我为大家介绍一下，在宁波的传统习俗中，冬至的时候必吃的美食之一是番薯汤果。番薯的番和翻过来的番同音，在老宁波人的理解当中，冬至的时候吃番薯就意味着将过去一年的霉运啊全部翻篇了，翻过去了。汤果其实跟汤团类似，只不过个头非常小，大概这么大，而且里边没有馅。汤果也被叫做圆子，也是取其团圆圆满之意。老宁波也有吃了汤果大一岁的说法。宁波人在做番薯汤果的时候习惯加酒酿，而在宁波话当中，据说酒酿也叫姜板，而姜和宁波话的胀同音，那么这就取其财运高涨、福气高涨，取这么一个好彩头。比如中国的闽南地区吃红糖汤圆，所以汤圆也有很多种吃法。当然，在中国的古代诗词当中也少不了冬至的影子，比如杜甫就有冬至，里边有非常有名的句子，江上形容五独老，天边风俗自相亲。白居易有邯郸冬至夜思家，邯郸驿里逢冬至，抱膝灯前影半生，想得家中夜深坐，还应说着远行人。
在今天冬至节啊，大家还都没有回家。既然冬至大如年，大家的思乡想家之心自然就开始炽热起来了。思念家乡，思念家人是理所当然的。在此，谨祝大家冬至吉祥安康。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感兴趣，可以点击关注我的个人频道贤文中。在这里我也要谢谢之前各位朋友的搬运，目前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官方账号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后续的新节目也都会在此账号上陆续更新，期待和大家一起畅聊古今，共同进步，谢谢大家。